真欢喜，今仔日赶快为你邀请到咱宝岛的歌后柯兰芬小姐，你好。哎，阿俊哥哥你好。啊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较早吼，这个电视的片头歌，拢是为了这出戏，特别落去量身定做。哦，对。无像即马讲高中安尼放现代歌曲。高中的戏，啊，感觉讲有些怪怪，对。啊，较早就是讲这首歌要给什么人作曲，啊，就是伊的迄个故事的大纲，都给伊看，啊，包括作词的人，啊，先有词写出来，啊，再过来编曲，来作曲，啊，再来编曲，安尼吼，拢是配合这个剧情来行。安尼吼，你所有这歌诶做曲上最好你唱的，包括作词上最拢分别是虾米人？吴景忠老师，吴景忠老师。欸、啊，因为吴景忠老师伊迄当时写的歌哈，就是赵薇丁是哦，爱情是不是都？陆新良哦，良好兄弟。这是词的部分还是曲的部分？曲的部分，曲的部分。啊，词就是吴玉玲哦。因两个算讲配合了真好啊！哇，安那要讲起来，真正有影绝配啊！你呢？所以你大部分的歌拢是因两个就对了。迄当时的创作曲哈，会使讲连续逐条歌出来拢迄多。安尼吼，嘿啊，实在讲无迄多，安那袂使啊！你呢？也无怪讲唱歌也袂掉。但是嘛，爱感谢讲吼，啊，咱全省的听众朋友啊，对，这个主要你跟捧场甲支持，对，叫今日的柯兰芬吼，啊，佮我多坐一家呢，甲唱歌。又讲啊哩，这个主要哩嘛，感谢你安尼半出道不过时间吼，安尼接受咱的访问，安尼好，无咱即马，嘿啊，过来听你一个较轻松的歌，好，或者满山春色。心相依。